我不用谋生，杀生就够。全军出击！ 来，跟我来。我上一段人觉得我太不乖巧了，这难道是缺点吗？啊！一朵沙漠中怒放的玫瑰。人哪去了？ 加血！哎呦我操！这干嘛呀这？哎呀！女警大波扣啊！ 那有点亏了，女警大波扣就不行了。打赢不是我的目的，征服才是。一级别打，没事儿，继续干，没事儿，随便干，你就放心。俺俩这个英雄啊，就干他俩就是随便干。 但确实极高了，更好干一点。极低不是那么特别好干。一 Q 耳电平 A， A 一刀，再 A， 来一下，再来，一 Q 耳电平 A， 丢。 好使，贪生脑溢血了。你不会以为要杀我吧？我感觉你对我好像有想法呀，这。这才够刺激。 活符萨米拉还没削弱呢吧？走了，兄弟，你这上线就没血，咱俩咋玩啊？回家！你这刚上线血就没了，还打个屁呀？这还。 你早哪不回家？你早点回家跟我一块儿出来呀！昨天就削了，我说怎么伤害变低了呢？是吗？手是白刺，右手是黑火，背上是灵法，很容易记的。 薅他！一 Q 耳链 W 一手，看你们的了。双杀可以，这铁男下来的是时候啊！很是时候啊，老铁男。
他也没亏大了，问题不大。哎我天，油走啊，哎呦，我应该临死帮潘森 E 一下好了。你就别跑了，你就想着杀他得了，这还跑啥呀？我应该帮临死帮他打个E好。哎呦，螳螂双杀！哎呦，我这螳螂虚狙有点高啊，这螳螂，这老螳螂。要是能给我过去的精力当头一枪，该有多好！放他出来。上去坐，你要能坐着他就死。直接上去坐，别怕别怕别怕，直接上去坐。你等他升六干嘛呀？你打呀，你就直接上去坐他脸就完了呗。真是我爹呀，你是我爹，我发现了，我能跟上时候你不坐，我他妈跟不上了，啪一屁股往上坐，你就是对面的，我发现了，有意咋的，有意坐不了啊，潘森 W 能打断女警 E， 为什么不坐他？杀杀杀杀！这剑圣怎么还搁旁边呢？好高的虚区啊，螳螂！恐怖的事情不是死亡，而是他发火了。能动手就少废话。反正潘森玩的简直脑袋都疼了，该上不上，不该上瞎上烂上。拉出来打，到这里。来，直接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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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回直接上，这回直接上，你老往后退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我操了，真是！打两个闪吧呢？也不知道给打一下。你干啥去？他有盾，你大啥呢，大哥？
没办法，我没有气，没有凯旋。有个凯旋好了。人家有人儿，你往后点吧，一会儿插个眼得死了。站前面也没有意义，站前面干嘛？别打他啊！别打他！别打他！别打他！那扇着妈一会儿过来扫着你了。我跟你玩啊，我不是妹妹。我感觉我现在能一打二，我不用谋生，跟我来，专注，这就完事儿了呗，这多大点事儿呢？这英雄像个鬼一样，还不没闪没闪，快跑，小兵儿啊！一些塔，一些塔，别没。算了吧，再来一轮，加重加重，美女野兽啊，上路一些塔，那也少一层塔皮呀、啊。赶紧把这层塔皮给他吃了。哎呀，那个炮车应该给他吃的。没有凯旋续航太差了。但没办法，这英雄必须带气定神闲，实在是蓝不够用。把小龙打了，对，螳螂把小龙打了，妈俩把中塔推了吧，这也没对手啊，这上哪去能有点人呢？这也没人啊，这真幼啊，这光头啊，这么幼。这个传送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狗头人，那算了吧。
从来不会丢的架子，全是大冰心啊！一会儿狗头人冰拳，大光头冰心。狗头人，这还用闪现大呀？哎，我抠那光头抠了一下，你们看抠了多少血没？抠了79滴血，79，人家不掉血。不过我，你还跑上来跟我闪现打，不行，那光头阿俩打不死。我跟 A 这下79滴血，玩个屁呀！天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，哎，这怎么卡着不动了？我E过来 A 的是光头，然后他自己人 A 了一下防御塔，是啥意思呢？卡了，兄弟们，刚才卡了 bug 了。我E过来 A 一下 Q 一下接个平 A， 他应该是死了。E过来啪 A 了一下防御塔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卡 bug 了，给我定住了，那是后边的事了，后边他才定住。这条路是我选的，当然可能哪天就要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谁也拦不住我。卡 bug 了，真肉啊！为什么能肉成这个样子呢？来个剑圣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兄弟刮痧了，快跑啊！俺俩可打不过他呀！不然就坐等救火，不掉血。哎呀，真是肉啊！我是有的，有点缺点，那就更多了。不过这英雄看起来真帅，你们有没有感觉？真帅呀，太帅了这英雄。来一个无尽之刃，小龙拿下。我去会会这狗头人，要不好像不行啊，没点盐，没点盐咋杀呀？有红有点盐能杀。我就会会他，我看看这狗头人怎么回事。我们有防御塔能打过他，好歹这也是三件套了。
我上高地了，别入，别入，别入 ，A， 别入 ，A， 一 W， 兄弟，我的虚区已经打的，说实话已经是打足了，尽力了，实在是虚区不够了，我整个青羽吧。我想想这英雄出什么来着？哎呀，饮血青羽，青羽吧，来青羽。出个黑切，黑切可以捡。不的，我们出个青羽，算了，出个黑切吧。飞升者以为我的同胞是他们的工具，大错特错。捡点甲，实在是得捡点甲。吧。这把刀能当枪使用吗？打个红。能动手就少废话。比如，咋的呀？这光头啊！大家老和我说生活安定最好。我能跟你来吗？这来这不找死来了吗？这谁敢跟这大光头打呀？谁不怕死？敢跟大光头打？说。剑圣也不知道要干什么，我这大有了，必须得打。好不容易来一把大，那必须得刷新一波。吸点血来，先比如一枪，这铁男，哎，可以啊，有没有意思？比如 A， 比如。先拆塔啊！回家出黑切，一波了。大招能触发黑切吗？应该可以。真晒呀，这英雄！太晒了！真的晒！玩起来就晒。狗头银不是 R 坏了，狗头银。